给员工的福利待遇都还蛮好的，三节啦，年终奖金都很好。对，嗯就这样子跟你讲吧。OK，好，来来感谢来，感谢。那我来看牙齿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喽。对啊，你再跟我说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如果叫我去看个牙齿，那你今天是怎么来？自己搭车？有人照顾，哎，好吧，还是你朋友？还是你？没有，是我老妈。我们待会要吃个午餐。你妈给你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爸就在旁边。哦，那你爸在那边工作很久了吧？很久，二十年，也是二十年。哦，但是外商啊。对，外商。因为外商的薪资待遇还不差。那你家几个孩子？我跟我妹妹。哦。对啊。那你妹妹还在读书？我妹妹还大学大一而已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哦。我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啊，女儿现在在意大利。嗯。那老大的话呢？之前有去美国，也去法国。你说就是社里面那一个？对。啊，老二呢？他就是他一直很想要当一个什么 model。我说 model 没钱赚。对，哎，你要到一楼哎。对。没事，我再上来就好。所以我就是公司的规模二三十年了，但是卖的都是非常有良心的产品。嗯，对啊，看得出来。好，谢谢，保持联络，谢谢。